好了，感觉怎么样，孩子？挺好，挺好。现在是在诺曼底的那个登陆海滩呀，有什么感受？感受感慨良多呀，感慨很多。这是继昨天之后第三次来到这个海滩上。啊，然后嘞？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来法国这个将近十个月了，快一年了也。嗯。也是感慨良多呀。通知书现在还没到手呢。啊。心里边也是挺忐忑的。啊。就在海边晃晃晃。感受一下吹吹海风是吧？吹吹海风。这海带着呢。能吃吗？一下能吃的样。这海带是吧？嗯。你要把它捡回去吧。能吃吗？应该可以了，等等，别着急。